在修行中遇到了父母、丈夫、儿女、张道的难题，唯担心眷属啊落因果啊，而心有余悸，请师父开示，我们如何去对待啊这些问题？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不会障碍你。你的家人会障碍你呀，是因为你修行的不如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修行如法，啊，对家庭、对亲戚朋友、对邻里乡党，决定能够和睦相处，决定能够尊重敬爱，啊，哪里会发生冲突？啊，发生冲突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问题，应当要反省，应当要改正。啊，一般我们通常常常见到的啊，饮食方面，你修行人吃常素，看到家人吃荤啊，这特别是喜欢吃海鲜的啊，那你心里看到了，你就看到表情就不一样了。你家里人觉察的时候，他当然就不舒服了。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呢？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你要能顺呐，就没有冲突了。你不顺他，冲突就来了。你要忍呢，你要让啊，样样都要忍，样样都要让，常年去感化他。要用时间啊。那么家里人对你也很爱护啊，看到你天天吃素食，营养不够啊，你身体会坏了啊。因此，学佛心地要清净，心地要慈悲，一定要把这个形态啊要修好。招牌要修好啊。家里人看到哎，天天吃素没有营养，为什么他身体这么好？你必须要做一个好榜样，要把修行的成果拿出来给他看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明了了。这些道理《了凡四训》里头都有说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中年以上啊，素食是健康长寿之道啊。哎，佛他不要学啊，健康长寿他要啊，哎，他不要短命啊。哎，要知道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是健康长寿的方式啊，慢慢的去教导他，去影响他啊，决定不要有冲突啊，一定要随顺家亲眷属，你才能度化他们啊，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。